哎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因为我们是童话大船嘛，我看我们小组影片名干脆就叫 Fairy Tale， 法律太老就好了。Oh yeah！ 靠别闹，那谁要当太老啊？当然是众望所归的李永杰妹妹啊！哎，阿布，你看，这是我自画像，很厉害吧？而且他还入选大师安亭的画展哦。你说那个在龙池卖肉燥的郑安亭吗？不是很丑、很矮又很凶的历史老师吗？你说在那里 CP 的李永杰吗？哎，那不是他的 CP 哎，他劈腿哎！我天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，没有地产的梗。哦天啊，怎么办？我们赶快把他拍下来。起走 ，Go Go， 我们有共同的梦。死也好啦！哎呦，那是年兽，现在一定要打魔兽啦！干嘛？哎，那边有一本笔记本呢，那我们就拿来重写字好了。哎，好黑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喂，李永杰，不要拉着我了。龙池卖肉燥，那我们去问问看他吧。那你先不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猫咪，你在男厕里面干嘛？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啊，这里两种马桶都有，我以为是男女合厕啊。一天不存在。哎，小妹，你看的是什么啊？这好像《哈利波特》里面瑞斗的日记耶。哎，好像很好玩耶，赶快打开看看。小咪，我们被吸进来了耶，好刺激哟！快买孔门弟子的古早味肉燥哦！哦，哎，想当初植物就是被剁成肉酱而死的，我竟然要在这里卖肉燥，真是太诡异了！哎，我不是叫李永杰要来捧场吗？他就跑去 CP 了，哎。哈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要吃饭！起走 ，Go Go， 我们有共同的梦。咦？漂亮的笔记本哦，拿来做账本好了。还给我啦，这个可是买肉燥几点送的精装精美复古巴洛克风格笔记本哦。好，我看你拿来做比赛比较实际，我看看好了。快还给我啦，快点还给我。咦，我的肉燥呢？别想转移话题，赶快交社费。哈哈，我就说吧，这已经是李永杰的位置。瞎操心，瞎操心。天哪，他宅成这样居然还有 CP 耶！哎，那里还有一本书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原来李永杰是那么纯情的文艺少年，又那么文艺的笔记本。哎，你们说这么会看他 CP 的话，哎，有可能哦。对吧，对吧。
陪我们在李永杰交换日记里面吗？是李永杰。